桃子几天没来，长这么大了。啊，再过一段时间可以吃桃子了。你看这个树上挂满了桃子。今年搞不好真的有吃哈。什么叫搞不好吧？自信一点好不好？相信老公，知道吧？那是一定能吃。好吃呢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不知道我这个桃是啥桃，毛桃还是啥桃？那这个都红了，毛桃。毛桃啊？啊。那这么大了啊？两个手指这么大。动它，动它就不长了。啊，挂满了。可以可以。挂满了桃子啊！大家看一下这，我去！带你女儿这个吃货来吃。大家看一下这么多桃子，看、啊，还有上面。要给它施点肥，才会长得更快，长那个果更大。可以可以，我去鸡棚上面搞一点鸡粪来，然后施一下肥，在这边等我哈、啊。现在去搞鸡粪，快去哈、啊，多搞点哈、啊。挖啦！搞了大半桶。那会不会太多了？太肥，太肥了。做两次吧，弄一半。好，你看这边的乌云，感觉要下雨了。哎呦，马上要下雨了。要我帮忙吗？不用。啊，这么大的蚯蚓。啊，看到了。不要去了，哎呀。危机。看着啊。怎么还用手就动？钓鱼不经常用手吗？就给我的鸡啊，开一下荤。抢掉了，他跑前面。是飞，倒一半下去，不要倒多了。嗯，那我死掉了。你太肥了，待会儿营养过剩。再过几个月来我这边吃桃子啊。好。只要他能吃，开玩笑，怎么不能吃了？女孩子吃了美颜，男孩子吃了威猛。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……算了，不说，自己领会吧。自己领会不了啊！哦，还有一些，咱们放起来，过一段时间再试一下肥。这马上要下大雨了，赶紧回家。这过几个月来吃你家的桃子哈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想能不能吃就看你的造化了。想吃多少，吃多少。走，回家。